56个民族有哪些？中国拥有世界最古老的文明，历史遗迹和文化传统延绵5000年，从未中断。从遥远的古代起，中华民族的祖先就繁衍生息在祖国的大地上。中国的56个民族主要包括汉族、满族、蒙古族、回族、藏族、维吾尔族、苗族、彝族、壮族、布依族、侗族、瑶族、白族、土家族、哈尼族、哈萨克族、傣族、黎族、傈僳族、佤族、畲族、高山族、拉祜族、水族、东乡族、纳西族、景颇族、柯尔克孜族、土族、达斡尔族、仫佬族、羌族、布朗族、撒拉族、毛南族、仡佬族、锡伯族、阿昌族、普米族、朝鲜族、塔吉克族、怒族、乌兹别克族、俄罗斯族、鄂温克族、德朗族、德昂族、保安族、裕固族、京族、塔塔尔族、独龙族、鄂伦春族、赫哲族、门巴族、洛巴族、基诺族，共56个民族。